安州，飾演綠燈嘅咧就係劉偉和先生，飾演綠燈夫人嘅咧就係曾月橋小姐。掌聲有請兩位。
人你抱子逃亡，为夫刘成啊怀女婴儿，何堪告虎狼之吻？夫人，你及早逃生，尚可留六门血脉，望他一成人长进，能把少爷继承吧，夫人啊！将军啊，只知投国争荣，日后必成大器，俺何忍出世两月？我非为妻去后，将不安而前，马而后，谁人侍奉将军呢？将是沙场喋血，但求马甲裹尸，何须要人侍奉呢？但望夫人保此遗孤，集在难民当中逃生。去吧！问龙哥儿徐良徐伯拜别了，you
未就啊！龙儿已赴托雨娘，为妻向前侍候。哎呀！
娘啊，与其受辱于葫芦，不如死在军前罢君啊。啊，要为夫杀你吗？请将军下手。Thank you.
像月圆圆勾。Oh,